丑，但是也不好看，这怎么形容呢？哈喽呀宝贝们，时光代理人联动内陆终于出来了。先看小黑程小时，一下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并没有海报中那种痞帅的感觉，我觉得这点还是蛮重要的，具体应该是体现在表情和神态上，脖子嘛也确实没有海报那么长。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要有人吐槽这又细又直的大长腿了？这个真没办法，苏散的原皮建模就是这样的哈，个别腿粗点的还是因为裤子或者靴子的加持，大家就别喷这点了哈。再看陆光的清冷感帅气其实还好，但是看眼神的话还是有点空洞无神的。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那就是实战里这好像是贴画呀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，就像是我把图片抠出来之后贴在场景里的那种，没有质感和契合度，这个形容词都变得匮乏了，大家意会吧。灰白色的伞面上是钟表的元素，还有罗马数字标识，紫挂照相机的特效呢也不错，伞身上绕满了胶片，流光也是老照片的那种黄色调，摇铃时铃铛周围是底片的虚影，地面也有大范围的黑白底片围绕，小白摄魂时就是陈旧的老照片颜色了，拍照的动作也有音效在。我这时候要是想要一个拍出来的合照虚影，是不是太过分了呀？主要觉得白应该不能同意，那不就撞款了吗？那看来内陆宝子们还要不要冲了呢？